我觉得梦想成真，真正的让我感觉到那一刻来临的时候，是我第一次开我的演唱会的时候。第一次站在舞台上，然后唱着自己的歌，我自己的粉丝们在下面为我尖叫、欢呼、打气。在那一刻、那一瞬间，我觉得真的是我的梦想实现了。作为演员，作为歌手，音乐是我一直在坚持做的东西。把音乐作为自己的一份工作来说，我觉得特别开心。所以真正的需要做的就是把现在当下做好，